请他们回头和我们一起来看，就是今天我们的孙老师说的要发布的这个海报，我估计这个海报你们两个人都还没有看到过，形影相依版的海报，来，请看。镜中双璧啊，古韵悠长啊，两位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海报哈，杨幂喜欢吗？八小天拍的好帅哦！我本来就挺好看的啊，但孙老师很厉害，所以他都能把你拍得很帅，因为你人帅，所以拍得帅。孙老师比心，好。那当然，两位，我们今天从他们上台到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两位合作的非常的愉快哈，要不然也不会在台上展开那种很愉快的互怼的模式啊。那来，请站到台中，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考验二位了。是这样，我先跟各位说一下，我们接下来要问二位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来的各位来宾，尤其是粉丝朋友，你们可以看一下啊，每个人这个座位上都有一个锦囊。锦囊里会有这个环节的一部分的信息，你可以帮助我们的五洲先锋来找到我要问他们的答案，好吗？来，你们可以在台下大声的喊来提示他们。我的第一个问题，请问扶摇，啊，你好。五洲历险的过程当中，你一共扮演了多少个人的身份？几个？几个？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九个，九个，对不对？哈，扮演这个九个身份的话，过瘾吗？有男有女吧？对，所以我问你，过瘾吗？觉得有男有女，有宗岳，很过瘾。这个过程很过瘾，特别好玩，然后每一天都在变成各种各样的身份，对。这是你从影以来就是拍摄过的在一部剧里面最多的造型和最多的身份出现，应该算是。那怎么样的自己来区隔这个，又保留一些这个角色的特质？就尽力去区分吧。对。OK。对。嗯。小天他还行吗？他区分的非常好，因为有一场戏我就特别很想看他扮成男生然后撩那个别人的戏。我经常扮成男生去撩妹。对，然后天哥就说能不能来现场学习一下。就很想看，你知道吗？然后有时候他扮赖毅啊，有时候扮那个宗岳，有时候扮一下高寒宇的江峰，然后我觉得很里面的扶摇就是真的很酷。其实刚刚大家在进场的时候有几张剧照稍微透露了一点点信息，我觉得你的那个古装的男生的扮相非常的帅，非常的好看。我没有说小天，我说的是你。干嘛这样？没有说杨幂。好，那当然我们接下来要问小天一个问题。小天请听题，请问无极在五洲历险的过程当中一共有几场对手戏？跟扶摇啊，365场啊。哦，你怎么那么肯定，连想都不想立刻就365？第一，跟杨幂的戏都挺重要的，所以必须要记得。第二，这个台本里有写。好老实。OK。好笑的，好笑的。这还可以。好笑，好笑，好笑的。很好笑，很好笑。然后呢？没了。没了，这好，谢谢。点了，哎。真的没了吗？没了，没了，没了。好 ，OK。真的，真的365场，但跟杨幂的每场戏其实都很深刻了。就是还记不记得你们俩拍的第一场戏是什么戏？没穿衣服吗？真的没穿衣服。真的，真没穿衣服。哇！第一场戏我记得是跟他跟我们俩第一场戏跟才哥没穿衣服，然后跟杨导，然后床单。哎呀，天哥为了显示自己的身材好。哎，不要。对不起，我给你钱，我微信转账给你。这人太多了。就天哥身材真的很好。好，嗯。
好，我们中间的画面请大家脑补哈，自行脑补哈 ，OK。好，没关系，我们今天现场这样好了，展示一下两位的，展示一下两位的演技，来看一下后面。这个词儿你们两个人已经拍过了吗？这一场对手戏？没有，还没有拍过，确定哈？好，那现在请看一下词儿，杨幂是扶摇，小天是无极。来，我们现在就三位导演都坐在下面，一般来讲会导演在现场会说来先走一下戏吧，啊，那么现在来走一下戏好吗？小天繁体啊，简体字没问题哈。那现在是我来说扶摇吗？你扶摇，他无极，来就各自的角色嘛。扶摇无极哈，预备，好，开始。幸亏不是你的敌人，不然就要被你的眼神杀死了。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我先那这样的话，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再来一次，好，预备，开始。幸亏不是你的敌，来，导演他们常常笑场的。幸亏不是你的敌人，不然就要被你的眼神杀死了。那就是要用你教我的那个，对不对？随你啊。好，先这样。那你可以选择当我的亲人。谁要当你的亲人？就这样，谁要让我先？我想导演接下来怎么演啊？对啊，然后这样，对，应该是这样。这里，我一人可敌万人，而你一人可敌我。这招是我教他的。对，耶、yeah! ！我有在学，对不对？好 ，OK， 我都有记起来。微信转账。好，好 ，OK。接下来会有一个要求。两个人角色互换，你来扶摇，杨幂来无极。好，我来撩你、啊。对，可是杨幂，刚才你教她的撩妹的这一招不能再用。没问题。好，你来一个新的撩法哈，预备，开始。幸亏不是你的敌人，不然就要被你眼神杀死了。那你可以选择当我的亲人。谁要当你的亲人啊？好，那就不当了吧。哎，我在等最后一个，我想看还有没有别招，快点，快再一次。我不能所有招式都拿出来啊。先再一下，快。哦。谁要当？快点，我接一下。好，然后你接一下。你得先勾我。勾一下，你可以当我的亲人。谁要当你亲人啊？我一人可敌万人。你一人可敌我，哎呀！哦，哇塞，厉害哦！我觉得很舒服。好，那接下来就我又冒汗了，你知道吗？微信转账，微信转账。好，来，刚才我们重复一遍，小天用的动作是从后面抱住，杨幂用的动作是把脸转过来去了。这两个动作不能用了，接下来再来三组给大家拍照的撩的动作。刚才那两个不能用，再来三组。就拍照嘛，就拍照嘛，拍照正常点吧。对，再套一下了这种，有点无聊啊，就这样吧。好，再换一个姿势吧。刚才脸的拍照蛮好的、啊。OK OK， 好，好享受哦。很舒服，耶、yeah。好，非常的谢谢两位主演，请先休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